们黄老师已经开始示范，你看啊，真的是一气呵成。等一下我还要告诉我们这写的是什么。对，那我会把它解释。对对对。还可以横着写。这样比较不需要什么拉直。哦，因为太远了嘛。对，没错。哦，一边写一边拉，这行迹就没那么顺畅了。没错。这横着写还真的，还得特别有本事。因为以前呢、啊，比较传统的写字的观念就是说，字它的墨色都一样。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墨色有深有浅。没错。啊，像我们这个字就很就一般。古人哈、他用磨墨。磨墨的话，一磨的时候会有深那个用力跟不用力的时候，它自然有深。但是我们现在用墨汁，墨汁的话怎么能够使到有深浅？所以我要有清水在旁边。所以沾水。我们其实讲究还是要磨一磨。没错，磨墨比较更好。磨墨你可以酝酿啊，热成。那我们现在人都写那么多字，磨了嘛就累死了。要速成嘛。因为蘸着清水一般的概念是蘸着清水它会阴，但是我们速度快哈。练习横着写，好像这样横着写还不错。横着写我们也要行气也要直。那我现在写这首诗是韦应物的一首七言。我们摄影师应该到这边来。对，七言绝句。到这边来啊。那这个是我还是用标准草书来写。是。标准草书它强调字是独立。但是我为了还要创新，所以偶尔会有一两个字会连一下。那这首韦应物的诗是《独怜幽草》，独怜幽草，涧边生。上有黄鹂，深树鸣。春草，这是那个鸣叫鸣。这是口鸟鸣一个口一个鸟。春潮带雨晚来急，野渡无人舟自横。这是我的签名好有趣。所以整个声音是一气呵成。一气呵成。那个标准草书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什么独立每个字。对，它一个、因为古人狂草都整个都连连到有时候两三个字都变成一个字，那不容易辨认。那字是独立，它可以让人家很容易清楚看出来。是，就拿起来看更漂亮。对，这一张拿起来。刚刚我们用先沾水再沾墨，所以它产生一个层次。那个层次。拿起来看更美，对。更立体，拉平就可以了。对，对。那我这边，张芳姐，你拉平 ，OK， 好，张芳姐你要看镜头，这样画面就很美。来，也是写直的还是写横？写横的。写横的。因为他写四个字的，因为要表现他的。好，其实你可以来这边拍嘛，好不好？这边拍也可以。是写魏碑的草书，你来这拍，我在这来，好。更有力量。这个好。这个好。好有劲儿。宫。哎呀，漂亮！宫部堂捐那个佛家语。这走侧锋的这个侧锋的。走侧锋就要墨色要浑厚一些了。
墨要厚厚，因为它要有些棱角，所以用侧锋写。侧锋，但是侧锋墨就要浑厚一点，不然侧锋就写的。没错。这算草书吗？对，楷书是楷啊。魏乔说他刻碑的，这字。工部。唐娟，这是说下的功夫啊，不会白费。嗯嗯。刚刚草书都全部要中锋，对对，但是楷书可以，楷书可以，这有魏碑啊，或者隶书啊，就可以侧锋。对对对。写字很过瘾的一件事，但是这台上十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哎，没错。哎，多少的花多少精力才能练成？也有人有一句话叫做“写字为最快乐的事情”。对，我也觉得很快乐，看人家写字也是最快乐的事。画画也是一样，对啊，画画也是快乐的事情。画画也是快乐的事，当他快乐时，画出来的画才好看。那落款我还是用草书。哎，对，这样才好看啊。好，浪费一下。功夫唐娟。好了，好极了。我看这张给我们公司比较合适。哎，对，给我们公司，能不能送给我们这些？可以啊。可以哈。哇，太棒了。今天写就留在这里了嘛。啊，太好厉害，好厉害。这张应该是公司。对啊。这张横的嘛。这张问老师还真很会 A。这张可以用，因为这张是横的哈，很适合公司，而且这个在一个公司那么对，公司他们那边本来就是每个人都可以用，就是你下只要过项目没有白费的，对，没有白费，一定有收获的哈，是。那么能给我们盖章？对，今天不但我们网友有福气，你看我看到一个人在旁边跳舞。我们工作人员欣喜若狂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那鼓鼓掌，鼓鼓掌！谢谢我们黄老师，谢谢黄老师。好。